红袖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黄景瑜。因为我喜欢迪士尼，我小时候很喜欢迪士尼，开心啊，而且全都是这些，让我能回想到小时候的东西。我自己还是比较简单宽松的吧，就是没纯色 T 恤，然后很宽松的 T 恤什么的，时尚单品啊，最时尚的那几个我都喜欢。梦想就是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人吧。努力啊，为了梦想而努力啊。我平时就是跑步，然后巴西柔术这两个，偏阳光一点吧，但是我也有文艺的细菌。阳光在表面，文艺在内心嘛。真人秀我前两天上了那个《极速前进》的发布会，我跟刘翔哥还有晶晶姐，我们一起那个发布会，我会上那个节目，后面还有一些其他的真人秀，他们到时候官方会发那个通知出来。我昨天刚杀青了于老师的一部新戏，后面如果于老师这边有需要，我还是会去演他的剧的。对，之后的新计划，之后我会拍很多剧，拍很多电影，但是具体是什么我不能说。